范朱哥，老东啊，车是怎么回事啊？要去哪儿？他们好像是要去电视台。谁呀？太医哥。什么？臭小子，我说没说过太医的行程全部被取消了呢？还有你们所有人不许离开江半步。可是太医哥说了，已经定下来的行程是不能取消的。这像话吗？太医啊。 我的行程自己会看着办的，怎么连你也这样？这样是解决不了问题。我不会因为这种虚假的绯闻就取消行程，然后躲起来。你也别想阻拦我。干嘛呢？还不快走啊！太医，太医！哦，爷爷，婉欣，是我。啊，康辉，我刚刚忘了。怎么这么吵啊？范朱哥生气了是吗？为什么？ 他说要取消日程，但是太医他坚持。为什么取消日程？因为我造成的不良影响。这个吗？哦，现在要出发去电视台了，过会儿再打给你。哦，知道了，路上小心。哦，那个冰箱里的东西不要随便拿了吃，刚刚差点出了大事了，说是进了小偷，回头我给你买好吃的回去。知道了，太医该叫你了，你快去吧。 究竟外面发生了些什么事情，一点都不知道。这个也不能上网搜索。等等，刚才说是去录广播了，那不是说我至少有3个小时的自由时间吗？哎，这段时间究竟发生了些什么？让我看看。 什么？这张照片怎么会？袁康辉和李太医因为疑似同性恋的照片而遭受到社会非议？为什么呀？到底是谁把这照片？我怎么会和那家伙？别想，别想。 千万别想袁康辉，千万别想了！太医啊，我们现在该怎么办？倒车，向前开。啊，可是太医哥，周围都是记者，我们的车根本动不了。嚣张，开门！那，叫你开门？你疯了吗？不然怎么了？车动不了了，那就走着去。 开门！不行，现在出去的话，反正早晚都要去面对的。太医呀，你曾经对我说过些什么？你不记得了吗？真相早晚会大白于天下，你要堂堂正正面对，绝对不能屈服。哎呀！ 让一下！让一下！让一下！不让一下！哎呀，别急，别急呀！不要紧，让一下！让一下！哎呀！不好意思，快！哎，太医，快！大家保持秩序，大家不要急！快！别急了，别急了，往后退一退！让一下！啊，对不起。 大家出去！大家出去！快出去啊！着火了！快出去！着火了！啊！开什么灯？还不快走！走啊！快！太阳！太阳！
小张呢？周助理不见了。什么？太乙哥，太乙！张满新！张满新，你怎么回事啊？着火了，快跑啊！发什么呆啊？ 马欣，今天下午在 M 电视台发生了火灾报警器误报的情况，当时场面十分混乱。在场的 Take One 的领唱李太艺抱着一个女人走出了大厦，这一举动引起了不少的话题。哦。 李太艺啊，最近可是有传出他和袁康辉是同性恋的绯闻呢。是的，对于今天的举动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，就是为了平息同性恋风波，事先筹划好的。哦，难道说是有人故意制造了这次的事故吗？是我做的，是你拉响了火灾警报，而且是故意的。你是不是疯了？当时的情况非常的紧急啊。 老黄到底出了什么事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不觉得这么做太愚蠢了吗？时代已经变了，现在已经不是漫无计划就蛮干的时代了。我怕太乙受伤才那么做的，当时粉丝们都跟到了电视台的里面，所以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把太乙的通告全部取消，让他在家里老老实实的待着。范主，你怎么把事情办成这个样子了？ 真是对不起，我们家太医五年来没传过一次绯闻，这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可一闹，就闹成了同性恋，还跟班热恋，这到底算什么呀？反正也是些毫无根据的小道消息，不如召开发布会，然后说明真相。但现在这种情况下，你认为什么才是真相？啊，报也报了，播也播了，你觉得我们说几句话就能解决了吗？ 你们怎么能在电视台干出这种事情呢？那李总，您说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？老黄，你觉得哪个更好？是跟班秘密恋爱的明星，还是跟自己对成员传同性恋绯闻的明星？我明白了，我去准备发布资料，尽可能的美化他的形象。 我不想再听到同性恋的绯闻。明白了，帮我接一下。TVA 报崔记者，您最近正是忙的时候，怎么会有空约我出来呢？真是受宠若惊呢。<笑>以前崔记者。 不是帮我们优演一登了很多新闻吗？这次想给您件礼物，这是什么呀？打开看您就知道了。为了不让照片外泄，我可是花了很多心思啊！ 那又为什么要给我呢？不是跟你说过了吗？这是给你的礼物。这个女孩是啊，太医的女友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哎呀，崔记者，哈哈哈哈哈！啊，吃饭吧。 妈妈，爸爸，
小张，没事吧？好点没有？这里是哪儿啊？这里是医院吗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发生什么事了？该我问你吧，你怎么回事啊？幸亏不是真的着火了，要不然就完蛋了。着火了吗？你想不起来了？刚才在电视台里。上学的时候你没做过紧急疏散训练，看大家往哪里跑，你得赶快跟着跑才行啊！为什么要愣在那里啊？我知道了。不好意思，啊，太医哥，干什么？外面出大事了！观众朋友们，我现在在李太医的未婚妻张某的病房前。据说与李太医秘密交往了3年的张某，因为李太医和袁康辉传出同性恋绯闻一事，承受了巨大的压力。你说什么？你说。谁和谁在交往？我和张满心？什么表情吗？我也觉得很委屈啊。这样下去不行，我要出去说清楚。太医哥，现在你说什么也不能出去啊，门口已经被那些记者全都堵住了。到底是哪个家伙在到处散播这种无聊的消息？我怎么了？您抱着张助理的样子，已经全国直播了。李太医的热恋传闻是真的吗？传闻说他们已经订婚了，是真的吗？正如各位所知道的那样，这两个人已经秘密交往了很长时间了。哦，那么也就是说，他和袁康辉的同性恋传闻是假的喽？那只是一些小道消息而已，别信他们。哦，到现在才公开他们热恋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？对方只是一个普通的女孩，为了保护她，太医一直希望能对这件事情保密，但没想到是通过这种方式公开，我们也觉得很遗憾。具体内容我们会通过公司发布正式的相关消息。那么麻烦您再说一下，他现在的绯闻女友目前是什么样的情况？绯闻女友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？这个……你们怎么能搞出这样的事情来？太医，上次那件事情还不够，还捅出这样的娄子来？说我们两个人已经交往了3年了。这是谁传的消息？我，李总，你到底想怎么样啊？一心一意爱着一个女人，你为了心爱的女人，你甘愿自己被世人误会，也要保护她吗？我是为了挽回你的形象才做这些事情的。李总，你们俩什么都别说，赶紧订婚吧。李总，我知道情况很紧急，可是订婚这件事，我不同意。怎么就不同意？到底是谁害我们到这种地步的？我是让你们去拍广告，不是让你们去拍拖的。莫非你对我们家太医是别有用心的？啊！你话别说得这么过分。还没还完侵害肖像权的钱呢，又给公司带来这么大的损失，你怎么负责付得起吗？你别说了。为什么不能说？早知现在，何必当初呢？你说。你是跟太医这种超级明星一起做事的人，啊？怎么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？你看你干的这些损人不利己的好事，我叫你别说了。这事跟他没关系。什么没关系？现在能解决这个问题的人只有他。哎。往好了想吧，啊，说好听点是订婚，其实也不过是延长合同而已。
出去吧，咱们两个出去单独谈。就3个月而已，如果你肯做太医的未婚妻，肖向权的钱就不用还了。还有，你开的那个道馆，还有网店，我都给你解决。 李总，你别管这事了，我自己会看着办的。你会看着办，怎么办？你要是一意孤行，就别想把福尔豪斯赎回去，懂吗？再出2张唱片吧，出完了我就把福尔豪斯还给你，到时候我也不会再挽留你了。但现在你一定得听我的。 明白了吗？喵！喵！喵！李太医。 李太医，你这混蛋在吗？啊，好饿呀！啊，李太医这个兔崽子还真以为自己是兔子，整天吃这些破叶子。冰箱里的东西不要随便拿了吃，刚刚差点出了大事了，是不是进了小偷？回头我给你买好吃的回去。 好想吃猪蹄儿啊！里脊肉也不错，还有菜包白切肉配着牛肠，吃多香啊！我忍不住了，吃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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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满心，为什么最近联系不上你啊？我不是想给你添麻烦，不过你回来的时候能不能给我带个汉堡啊？ 康辉，对不起，今天可能回不去了。蓝色箱子里有吃的，今晚就先这么对付了吧。明天一定给你买好吃的。超级明星李太医，公开隐藏多年的未婚妻。 写的跟真的似的，就算我是疯了，也不会跟这种人的。早知现在，何必当初呢？你说，你是跟太医这种超级明星一起做事的人，怎么连最基本的常识都没有？你看你干的这些损人不利己的好事。 太医哥，你没事吧？你觉得这种情况我能没事吗？可是我觉得太医哥，你应该好好考虑一下。比起同性恋绯闻，美丽的爱情故事要好得多，不是吗？美丽的什么？爱情故事？我和他？和那个四肢发达的女人？我疯了？不是啊，我不是这个意思啊。可是你说现在这种情况，除了张助理。 还有谁能够帮助你啊？还是找他好好谈谈吧。谈什么谈啊？我的未婚妻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当，就算他找我苦苦哀求，我还不答应呢。哼，太医哥，你别耍脾气了，好好想想。报纸都已经登出来了。
如果张助理死活不肯承认是你的女朋友，到头来被耻笑的还是你，不是吗？怎么样，要不要掉头去医院？随你便。我知道了。张助理，张助理，你睡了？啊，这种情况你都能睡着？睡吧。干什么？还关着灯？哎，谁说是我关的？我进来的时候就关着呢。嗯，难道是我自己关的吗？啊，大半夜的跑到人家病房里面，你喊什么？什么大半夜啊？现在才晚上九点。你不知道医院九点就会熄灯的吗？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？啊，你睡吧，我走了。你不是有话要说才来的吗？说吧。我。可是你说现在这种情况，除了张助理，还有谁能够帮助你啊？还是再找他谈谈吧。啊，干什么死盯着人家的脸看呢？你别放在心上。什么？我说，李总的话你别放心上。这件事我会看着办的。我想知道你要怎么办啊？反正你。干好你自己的事情就行了，还有别大半夜的瞎转悠，快点睡吧，我走了。什么嘛！谈一个，谈的怎么样？没谈好啊。是不是你又对张助理胡乱发火了吧？太乙哥，你再回去好好跟他说说吧。我吧，还是我来削。哎呀，没事没事，你尽管吃。哎，我别的本事没有，削个苹果还是可以的。那么我就不客气了。你的身体好些了吗？那好多了。真是万幸啊。说实话，我这次被太医这小子给吓住了。为什么？跟他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。一直都觉得这个小子非常的自私，可是没想到啊，在这种危急的时候却救了你的命。反正，太医抱着张助理你从楼道里冲出来的时候，哒，还别说，哇，真是帅呆了。我呀，下辈子也做不出这种事情来啊。李太医抱着我，不记得了吗？要是真着火了，都不知道那小子会伤成什么样子呢。他呀，绝对算得上你的救命恩人喽。所以，小张，希望你这一次能够伸出援助的手，在这么危机的时候，救救太医才行啊！啊！
李太医要订婚？和谁啊？太医，绝对算得上你的救命恩人啊！救命恩人？哦，如果真的订婚了，让爷爷知道我就完蛋了。爷爷，邓曼西，我是爷爷。哎，爷爷，您一切都好吧？您有没有按时吃饭呢？哎，不用担心我，道馆怎么样啊？我看着呢，爷爷。我知道你自个儿看累，可你也不能偷懒呐，要好好守着。爷爷，您什么时候回来？这里处理点事，可能还得三四个月吧。那么久啊？让你自己看那么长时间，我也挺担心的。不过爷爷相信你。是爷爷，别担心，你好好养身子，养好了再回来。好。还有三四个月的话，应该差不多是合同结束的时候。小张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你可得救救我们家太医呀！啊，怎么办？我已经同意订婚了，还要这么做吗？别看昨天晚上门口没有记者，一早上他们可就全都回来了。要是你就这么出去的话，估计你这次就得真住院了。哦，好痒啊！别动，别动，别动！哎，好了，好，就这样。哎，看这个，哎，这样应该是差不多了，就这样。太医郝东就在里面，进去吧。太医今天有拍摄吗？我没有拿到通告单啊，衣服什么的一点都没有准备。先进去吧，进去再说。小张啊，拜托你了，进去吧。嗯。哦。进去。这边都得我啊，还有那边的。马上要拍的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看拍摄主题了吗？我当然看过了，又不是广告，也不是海报，拍什么破情侣照？这个我也不是很清楚。你都不知道，我该问谁啊？女方是谁啊？怎么还没到啊？再稍微等一下嘛。太医哥，对方已经来了。什么？是男人？你疯了？我才不拍呢，怎么能和男人拍情侣照呢？嗨，这人是谁啊？你好，张助理。是我，张助理。张助理，快点开始化妆吧，马上就要开拍了。什么？我吗？为什么？跟他。为什么要拍这种东西？田浩东说的话你没听到吗？我都已经答应订婚了，还要拍这种照片干什么？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现在就走。看来还是挺愿意的。我就说，怎么可能不愿意呢？你现在可是李太医的未婚妻啊，做梦都没梦见过是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哼，我是因为欠的债才在这儿拍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。哦，是吗？那你为什么拍啊？我当然是为了 Full House 嘛。是吗？哎，你们俩吵架了？
怎么这副表情啊？来，太医抱一下吧。能抱一下？哦，不行。为什么？我比看着要重得多。早就知道了，你比一袋米都重。来，微笑，充满爱意的看着对方的脸。哎，你们俩这是看哪儿呢？来，重来。哎，充满爱意的看着对方的脸。嗯，不错，好。这就是你充满爱意的表情啊。你想拍通宵吗？别说我了，你自己好好表现吧。没想到一天就拍完了，开始还挺担心的，不过今天看着你们俩还挺般配的。你说什么呢？浩东，请你在前面的超市停一下吧。如果有需要的话，我帮你买。哦，不用了，你们先回去吧。康辉，饿了吧？对不起哦。康辉，你生气了吗？曼心，你和太医订婚了？那个，糊里糊涂就成这样了。那就是说，这上面说的都是真的了？你们已经交往三年了，这像什么话呀？这个，太医他现在正被同性恋绯闻缠身，所以。难道这也是 LG 策划的？你干什么？你要去哪儿？我现在要上去找 LG， 虽然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但是也不能被他这样耍来耍去的。你这样贸然的去找他，说不定又会吃什么亏。还是先把录音机找出来吧，找到之后再。现在不是谈录音机的时候，你们都要订婚了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你别拦住我，我要上去。是我说要订婚的，最长也就三个月，到时候你把录音机拿到手，证明自己的清白，我也能把我的债全部都还清，所以我们还是再忍一忍吧。那么说，你真的要和太医那家伙订婚吗？笑什么？怎么能不笑啊？要把门打开给外面的人看看吗？我一个人看太可惜了。我都紧张的要死了。缓解归缓解，但是那件昂贵的晚礼服撑破了的话，你可是要赔偿的。啊！你这个人，嘘，小点声，外面能听见。这样不行，还是取消订婚吧。下面请您欣赏以李太医先生和张小姐的爱情故事为主题的视频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开这种玩笑？那么还真的订婚啊？要不然的话怎么办呀？现在这样都怪谁呀？怪我吗？不是因为你才这样的吗？那你干嘛在电视台里突然晕倒？难道你是故意这么做的？那么露营车呢？
不是你把我搬到车厢里的吗？你这只披着羊皮的狼！什么？两人经过了三年的恋爱，今天终于修成了爱情的正果。你是不是真的疯了？所以说，就一拳，挨完了去医院就行了啊，太医。这样的话，就能取消订婚了，不是吗？那也不能这么做，别打我。你别打我。就一拳，一拳。哎呀！太医哥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该出去了。满心，你吓死我了！张某某，就是张满心，嘉玲，确定是他？嗯，这位是巴黑来的某娜米，巴什么？听着，你真的和太医订婚了？什么呀？难道说是真的？你瞒着死党和太医私下交往了三年，你说的是真的？不是这样的，嘉玲。不是那是什么？说。因为你讨厌李太医，所以我没有机会跟你说啊。你怎么能这样背着我跟他交往了三年啊？这是对我们友谊的欺骗和背叛。什么？嘉玲，是真的吗？张某某和我们家太医？哦，天哪！怎么了？他怎么了？说吧，是你背他呢，还是给我们去开门？他真的没事吗？每次一提到太医的事情就是这样的，没事的。听着，我们言归正传。My eyes, I can't breathe. Cause you're so hot, cause you're so beautiful.